轻发酵乌龙茶能存放吗？真空包开封后要放冰箱吗？第一泡的茶是否该冲掉？相信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疑问。茶馆不仅提供了舒适的品茗空间，也能为茶友解决各种疑难杂症。喜爱喝茶的茶馆主人不但研究了各式茶种，更将瓮藏茶的茶香变换出不同的风味。这里还有不定期举办的茶会活动，在专人解说下，不仅能够喝好茶，也能让您更懂茶。尽管是炎热的天气，也不需担心，就来杯冷泡茶吧。无糖、无冰块、无任何添加，用最纯粹的茶汤，让人立刻消火。